给咱的会长，未来的会长哈，以及咱的现场的所有的里长哦，好，我就不一一称呼，还有我们清新妇联的理事长哈，陈理事长，谢谢。啊，以及咱的吼护工啦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姐妹会，以及咱的现场的乡亲时代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感谢啦吼。虽然是感恩茶会啦，可是我觉得吼热情，哎，我们的李营队的热情还是不减。然后嘛，感恩再感恩啊，大美哥，感谢阿雷吼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给小云一个热情的掌声，谢谢。真正是最用心的啦吼。好，咱即摆特别邀请咱的贵宾一一的来上台，小云要感谢你。首先邀请的是我们的100长张喜姿，张领长。200长陈正典，陈里长啊，陈领长。300长杨秀荣，杨领长。400长李信心，李领长。500长黄子婷，黄领长。600长秋芳，阿雪。还有我们的700长李金南，以及我们的800长陈文斌，陈领长。还有我们900长杨玉雪，杨领长，以及10的领长王林锦碧，还有11的领长郑丽丽，我们的郑领长。以上呢是我们11的领长。接下来继续邀请的有我们的巡守组组长谢英达，谢组长。还有我们的环保队队长朱一方，朱队长，欢迎我们的一方队长。今天我请你来吼，这个表演家己真实的吼，来。还有我们活动中心管理员秋香，刘秋香，秋香妹妹你在哪儿？好，还有我们的活动宣导志工林秀月。秀月姐，好，还有我们的办公室主任侯美惠圆圆，请上台。好，那请我们的那个颁奖人要就位了，好好来，谢谢我们助理就位。好，等一下哈，等一下，我但是等一下，好，来，我们先这样好了，就定位了哈。来，小学员到前面来，因为是感恩嘛，所以小云要先向他们敬个礼，好，要谢谢他们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向前面敬礼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谢谢小云，来掌声鼓励，谢谢，感恩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感恩茶会哈。哇，我们的理事长，好，理事长也上来感恩了哈。我给讲，伊今日才先恭喜，因为伊哦，所以今天婆婆现在较大声，我听看麦。有啦，有较大声啦哈。好，那我们也要一起向后转来，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干部们哈，理事长。来，我们敬礼，感恩，彼此感恩啦，好，谢谢。把跟我们小云伙伴机会对吧？跟小云拍拍手机嘞啊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现在呢，请我们的理事长跟里长一起来颁发我们的感谢状，一起来谢谢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的理事长致赠我们的结缘品，好。好，那我们先把我们的感谢状交到我们的啊所有的里长干部手上，那我们再来大合照啊。谢谢我们的里长以及我们的理事长哦，对我们的这个干部们的热情哦，然后也非常谢谢。好，来我们的里长，请往前站，好，往前站，好，好，里长人数很多，对不对？我们拍不下哈，我们要站两排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我们照两次，好，照两次，好，来，第一排我们1到80的里长站第一排，其他的站第二排。好，阿丽玲。好，好，
那第二排的自己，等一下我们会换位置，自己露脸哦。啊，那不爱你卡位了哈。不是分两批，就是先照两次。现在第二排的，等一下会站第一排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大家站好哦，我等下会检查相片，无看到面的，你不来认我。好，摄影大哥有看到他们的脸哈。好，掌声谢谢我们台上的里长干部们，谢谢。好，第二排站到前面来，第一排请退到第二排。好，你讲这搞工哦，大家拢挂口罩呢。我们就是这搞工哦，我们叫礼貌。好，来往前哦，哈，啊，把脸露出来啊，哈，来第二排都要把脸露出来哈。好嘞，请掌声鼓励，哦，赶快是咱的林长，也就是咱的干部，哦，志刚，谢谢。好，还有三个主角还没有出来，欢迎我们的服务犬上台。小杰，你在哪里？好久不见。小杰跟福啊，还有一个叫什么？双双哦，啊，双双嘞，啊，你哪会没穿衫？小杰，你会害怕？小杰，好久不见了。不怕你来撸来撸大坑啊！哦，我们这心里的伙食太好了。不怕你来撸来撸大家。好，来，我们再跟他们我们的工作犬，然后英雄康奎哦，英雄领威哦。好，请坐。哎，对哦，你看，搁听有哦。哎，要找小云啊，我小云看好啊啦，给小云签好吗？啊，要找小云，你看，哎呦哎呀，找妈妈啦，好，好啦。就这样，哎呦哎呦，没亲没亲，防疫期间不可以亲亲。哦，他没有戴口罩，不能亲亲。好，哦，够怀疑的你看哈。好，我们再一个热情的掌声，谢谢我们台上所有的志工，还有我们的服务犬。好，听说我们的干部哈，那个还有一个神秘礼物要送给我们的，好，这个。里长哦，好，圆圆，好，替我们的所有的领长、志工、哈干部来致赠一个这个花束来送给小云，谢谢小云的付出啦，哈，真的很感谢他啦，哈。虽然是要给咱感谢，今天应该是咱应该大大感谢，给咱的小姑变成个这么好，哈。好，那我们请干部讲几句话好吗？好，我的麦，给我一个麦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掌声欢迎我们的圆圆。我美惠，嘿，咱在座的乡亲，咱各位中官，各位贵宾，大家好。徛伫个遮，唔知啊，足感动，但是，阮想着，阮甲阮里长，阮八年的感情，八年多了，八年外，你拢袂记你甲我斗阵偌久啊？我们呢有很深的革命情感。啊，童小云是什么人？伊是我看过上戆的人啊，真诶。啊，毋过伊是心肝上好的人。伊一上任了，伊讲叫我做伊的志工。我本来想讲志工哦，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代志。结果我毋知影讲，一个社区爱无用的代志是有够多。我甲讲，你阿尼我命呢？你头家娘呢？你总裁夫人呢？你唔做，你做你着，无眠无日。我看到的是足济唔甘，不管是伊甲阮的公园摒扫，阮的关怀据点照顾阮这长辈，甚至阮的巡守队。哦，伊讲我袂使甲伊讲哦了，嘿，但是阮今仔日要讲的是。阮里长带阮遮个团队，我相信区长伫遮你会当做证啊！阮振兴里的团队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团队啦，今天真正是大家比一比的，吼！啊，为什么我们能够这么棒？要感谢我们里长，伊安尼一上任无偌久，拄到登革热的时阵，惊甲掉山，倒水倒甲手闹着，真正有足侪心酸，有足侪苦楚。甚至长辈独居长辈半暝啊过往去啊，伊爱家一个去殡仪馆，我家讲你敢会惊？伊讲
会啊，我哪会袂惊？但是，迄是我做里长的使命，我必须爱去。阮伫个身躯学会晓尽职、专业、认真、搁热心，所以我常常骂伊讲，我一句嘛骂伊讲，两句嘛骂伊讲。啊，毋过，讲诶，公人有公福啊，他真的是一个好人，他让我们大家看到他的努力。他今天也在这边办了这个感恩茶会，伊是要感谢大家，毋过阮遮个干部。拢讲，即八年来，我嘛爱感谢伊。为虾米？伊予阮这个团队愈来愈勇，愈来愈专业，嘛甲阮这边的社区做甲非常的好。所以我伫个遮代表阮全体的志工、阮的领导、阮的干部，甲你讲一句：谢谢你，有你真好。我们也永远当你的后盾。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继续把我感谢完童小云，拜托。来，我们，对对对，真的啦，他真的是一个好人，一个心地非常善良，然后非常感性的一个人。好，那我们在这边希望你未来的目标能够蒸蒸日上。然后能够服务更多的人，这是我们对你的期许。那珍惜你永远是你的家，我们永远是你的后盾。谢谢，非常谢谢美慧演员。好的，有被个大家报告提供。虽然小云为了大家去争取更大的力量哦，要为大家去争取更大的力量，但是咱家赶快是有人服务哦。我拄只有讲过，阮的服务处因为拢伫家，所以免烦恼走袂去哦。啊，伊有分身。哦，伊为大家打拼，啊，留一个伫遮，哦，为大家在地服务，哦，所以咱互伊，互伊个团队一个更加热情个掌声鼓励一个干部，干部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好，那我们谢谢我们的所有的领长，所有的志工，我们先回座了哈，谢谢哦，感恩你们哦，谢礼哦。注意安全哦！这是咱第一批要感恩的啦吼。啊，咱即摆第二批搁要感恩啥物人？我稍等来，伊甲大家来介绍吼。啊嘛，谢谢咱的团队哦，甲咱的小杰，啊，搁甲咱的布娃照顾甲遮尼好哦，尤其是咱的布娃吼，哦，久无看大一辈啦。谢谢，谢谢博啊，你好棒哈！谢谢我们的工作群，好，也谢谢理事长，理事长等一下还会再上来哈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感谢的是哦，马西小云哦。